Welcome to Chinese class. 第六课，我会说汉语。Lesson 6. I can speak Chinese. 课文一。Text 1. 你会说汉语吗？我会说汉语。你妈妈会说汉语吗？她不会说。New words. 会说妈妈。课文一。Text 1. 你会说汉语吗？我会说汉语。你妈妈会说汉语吗？她不会说。New words. 会说妈妈。课文二。Text 2. 中国菜好吃吗？中国菜很好吃。你会做中国菜吗？我不会做。New words. 菜很好吃。做。课文二。Text 2. 中国菜好吃吗？中国菜很好吃。你会做中国菜吗？我不会做。New words. 菜很好吃。做。课文三。Text 3. 你会写汉字吗？我会写。这个字怎么写？对不起，这个字我会读，不会写。New words. 写汉字。字怎么读？课文三。Text 3. 你会写汉字吗？我会写。这个字怎么写？对不起，这个字我会读，不会写。New words. 写汉字。字怎么读？听录音并跟读，注意声调的搭配。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ad after i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llocation of tones. 今天，今年，精彩，车票，公司，刚才，操场，鸡蛋，刮风，欢迎，经理，机会，关心，关于，开始，高兴。